没必要。志涵，我在干什么呢？他好不容易才来一次，还是这么丢三落四的。小松，巨涵的手机在我这里，还是先去公司吧，至少能分散一下注意力。小松，你他妈敢不接我电话？我刚才在电梯，信号不好。何顾哥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，你能帮忙把韩哥的手机送过来吗？你叫助理送过来也可以的。叫什么助理？让他自己来。何顾哥，我过去好吧。剧组位置太远了，希望这个点不堵车。何顾哥，韩哥拍广告呢，你要不要进来看看？不了。那个，你跟韩哥吵架了吧？韩哥今天心情特别不好，你进去哄哄他呗。我不会哄人，而且我们没吵架。那何顾哥，韩哥发火了，让你赶紧回来，救救我吧。好吧，我现在掉头回去。韩哥，何顾哥来了。巨寒，都出去，我休息一会儿。好的。你留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松让你进来，你为什么不进来？我怕影响你工作。放屁！你是想躲着我吗？我躲着你干什么？不就是因为我提了冯峥吗？你好像对他还挺上心啊。我和他这么多年都没联系过，这不算上心吧？你跟我抬杠是吧？少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，好像我无理取闹一样。你是个死人吗？说两句好听的不会吗？我找个 MB 都觅食去，叫你干什么？我，巨寒，是我错了，你别生气了。把门关上了。